小鹿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小鹿情感姐姐。人们常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这要怎么理解呢？我认为这里的坏指的不是人品，而是在男女感情方面男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色的反应。坏男人的特点就是脸皮厚、大胆、善于哄女人、不受道德的约束、花招诡计多。一旦有机会啊，日后再说。这些往往击中了女生的软肋。假设要见相同的一个好男人跟坏男人同时遇到一个女人，而坏男人的杀伤力就要比好男人的杀伤力强出 N 倍。在感情方面，坏男人和好男人相比有以下优势：一、坏男人更主动，坏男人往往更直接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会大胆的表白；二、坏男人更会花言巧语，会哄女人开心，投其所好，哄得女人心花怒放；三、坏男人更真实，坏男人往往会想办法刺激女人，勾起女人的情欲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们往往会用下半身思考，让荷尔蒙尽情的放飞。四、坏男人往往经验丰富，因为坏男人敢于尝试，所以会积累出很多丰富的经验。无论是在约会场合还是哄女人，这些都是好男人无法比的。总之，坏男人更符合这些标准，你知道了吗？本期节目。